我终于等到这一天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怎么长得比我想象的还丑？我长得那么美？小姐，你是谁啊？怎么突然这样子？送给你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我还没结婚，我还没当爸嘞。拿去啦。这什么？给你啦。反正我爸已经不在了。抱歉，这是什么礼物啊？都送你礼物了，等一下去车行安装，然后带我走走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哇，你的背好宽好大哦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没事。加班加到很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才可以遇到你像你这样的怪咖啊。真是，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都要加班加到这么晚啊？到底是谁啊？我来自很远的地方。在勾引我啊？想当我的情人吗？你想得美，上辈子吧。我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要回去取我的时间了。你违反规定，超出时间了。我们先去依法将你强制带回。我都不知道你用不用，就是就算我考好考不好，也不会有人在乎。手牵手回家的路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我脆弱无助又想家，你要干嘛？他已经破坏平行事物的发展，必须带回去判刑，放开他。就算跌倒受伤困难，走，不用怕，落叶纷纷。阿斯呢？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都要加班加到这么晚啊？怎么长得比我想象的还丑？我长得那么美？我来自遥远的地方。你想得美，上辈子吧。祝你父亲节快乐。极光这么爱爸爸、
这么想爸爸吗？爸爸。极光，我爱哦。你今天没有加班啊？没有啊，钱可以少赚一点，但陪你们的时间不能少啊。极光，生日快乐！爸爸是你永远的后盾哦。下起雨了，你是否下班了？为了这个家，你努力工作，守护着。遗憾，爸爸谢谢你不能用时间复合。虽然说有时候很白目，会让你生气。或许在说着不舍，成长是个过程，但要及时，不能等。回想过往，我们在看节目啊，手牵手回家的路上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了。当我脆弱无助又想家，告诉我坚强，就算跌倒受伤困难不用怕，落叶纷纷长大，爱藏藏你的头发，在这特别日子表达说声